位听众大家吉祥。佛教讲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，这句话一般人不容易了解。菩提是清净的正觉，为什么清净的正觉又说是染污的烦恼呢？烦恼是妄想无明，为什么又说妄想无明的烦恼就是正觉的菩提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烦恼即菩提的真意。一般凡夫的认识里，宇宙世间万法、身罗万象，无一不是对待法，是非、善恶、好坏、得失、染净，分得很清楚，但这是世间法。然而在真如的自性里面，却是生死自家名，没有分别。佛法讲的不二是出世法，因此烦恼即菩提理上是不二的。举例来说，菠萝柿子没有成熟就摘下来，吃起来是酸的，但经过和风的吹拂、太阳的照射之后，味道就会转变为甜，这甜度是从酸而来的。因此甜和酸并不是两个东西，而是同一个。又如海水与波浪，波浪由水而来，离开了水就没有波浪。波浪就像烦恼，在汹涌澎湃的波浪里面，可以知道水的本性是平静的。由此可知，在烦恼的里面也是有一个清净的自性菩提。再如黄金，黄金可以做成戒指、耳环、手镯等，向上虽有种种的差别，但是黄金的本质是不变的。我们本自具足的真如佛性，虽在五趣六道里轮回，其清净的真如菩提自性永远不会改变，不会损失分毫。以出世法看世间，是从理上来解悟，但在未觉悟前，不可以理废事，而是用理来解释。因事而明理，才能够理事圆融，才是真正的不二。所以说烦恼和菩提是一体不二的，烦恼可以长养菩提，正如污泥里也可以生长莲花一样。迷就是烦恼，悟就是菩提，离开烦恼之外，别无菩提可求。众生因为有烦恼，因此流转六道，人们从烦恼的磨练关照中，也才能看到菩提的显现。佛经说，不怕妄想起，只怕觉照迟。一个人能觉察出烦恼，就离觉悟不远了。学佛的人不要怕烦恼，重要的是如何转烦恼为菩提。哭婆变笑婆的故事点出了哭和笑只在一念之间。同样的，苦和乐、圣和凡、迷和悟、佛与魔，也是在一念之间。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，只要我们懂得转念，情况就会改变。话说回来，虽说佛教重视转凡成圣、转迷成悟，但是佛法里也有这么一个譬喻，铁链子可以锁人，金链子一样也可以束缚人。意思是说，烦恼妄想的乌云固然会遮蔽心灵，菩提正见的白云也一样会成为执着，成为障碍。因此真正的悟道，真正的禅的境界，铁链子的烦恼要舍，金链子的菩提也不能执着。总之，学佛的人要能超越一切，所谓不寂不离、不空不有、一空一有，能够认识缘起性空，就能够从烦恼中看到觉悟的希望。以华严的观点来看，可说是一个不算少，万一个不算多。下回我们一起来探讨佛教的一即是多的真意。